你好，我係 Kelvin。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有一個新嘅產品，就呢個產品咧係相當之特別同埋相當之好用嘅一個產品嚟嘅。咁以下咧我哋就先介紹下，我哋之前都有另外一個視頻咧有提及過嘅。我哋除咗標準版本嘅線材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叫做On Earth 大地嘅升級版嘅線材嘅。呢個線材咧本身咧最主要咧嘅同標準版本分別咧，就係佢可以外接我哋優化嘅接地線，使到可以確保呢個接地嘅功能咧做咗上去呢個屏蔽嘅裝置裏邊咧，發揮一個最好嘅一個屏蔽嘅效果。得嚟咧，係唔會有一個陰影嘅問題產生。呢個咧就係我哋個專利技術咧最主要嘅核心嘅部分，同埋咧佢嘅功用。至於點樣去連接呢個 On Earth 版嘅線材，同埋我哋嘅專用嘅優化接地線咧，可以有另外一個視頻咧，關於呢個接地線，尤其是係呢個 Master 系列嘅產品咧。係都有詳細嘅解釋或者係介紹嘅。咁但係都有好多朋友咧，會咁樣反映俾我哋去聽嘅，就話：，哎，Kevin，你啲地線咧係相當之表現出色喎，但係都有個問題，就係點樣咧？佢都需要用多一個接插梳頭連接個地線，咁即係可能佢本身唔係有太多足夠嘅。即係插蘇嘅位置，咁變咗咧就用起上嚟咧係可能會有啲困難。咁我哋就去到而家咧，我哋有一個解決嘅方案嘅，就係話如果你朋友真係冇一個獨立嘅插蘇，可以借助佢嚟到接一個底線，用我哋嘅 master 嘅底線咧去連接上去，跟住再分開有好多個，甚至去到8個嘅接地線去連接唔同嘅On Earth 嘅線材啊，或者甚至係個機嘅唔同嘅接地位置啊咁呢個明白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個替代嘅方案。咁點解替代方案咧？就係我哋用個機裏邊佢已經接咗地，所以咧佢透過喺個機嘅連接位置都可以借助佢個接地位置咧，係當一個地嘅來源咧。係連接上去，咁呢個方案咧，都相當之理想嘅。咁當然都有啲朋友都會問：，喂，咁同個插插蘇有咩分別啊？咁嗱，呢個道理上咧，其實係一樣嘅，即係佢由個插蘇經條電源線接上去個機度，咁我哋就喺個機嗰度就攞佢個地嘅位置嚟到用。理論上就同嗰個接落插蘇度咧，可以咁講，基本上咧。嗰個地嘅路徑咧係一樣嘅。當然，如果我哋係直接已經喺個插蘇度去攞個地咧，就變咗咧係 bypass 咗，係唔需要經歷電源線再去到個機度去攞。所以相對地咧，如果你直接去比較咧，我哋都相信嘅，直接由個插蘇去攞個地嘅位置，我哋放一條 master 嘅專用嘅優化接地線上去。直接將個優化嘅接地咧，係拖出嚟之後咧，直接再連上去安德版本嘅線材嘅上面，呢個係坦白講係最好嘅方案。但係如果對於有啲朋友本身一來亦都可能咧，佢冇咁多足夠嘅插蘇，二來佢亦都可能唔需要太多，好似 master 咁一出嚟就有8個咁多嘅接地嘅位置去連接嘅話咧。咁事實上咧，我哋有一個替代方案嘅，就話透過而家我哋一個獨立嘅底線咧，例如好似呢條咁，呢條就係我哋替代嘅方案就係話咧，例如呢度咧就係一個接叉嘅地方，就係例如接上一般機有個專用嘅接地嘅位置，咁呢條就係一條專用嘅地線啦，而呢條地線咧優化咗個地之後咧，就會連接到上去我哋 On Earth 版本嘅線材上面。咁通常咧會有兩個版本嘅，就係例如呢一條咧由
一條線去俾兩個優化接地輸出，同埋好似呢一個嘅版本，其實線身係一樣嘅，分別就係佢呢條線咧就係有一個接地嘅輸出。點解有兩種嘅分別呢？其實好簡單嘅啫，有啲線係單獨嘅，我哋就會提供一條。如果有啲線係兩條一對，例如信號線或者喇叭線咁咧，咁當然咧，咁係需要有兩個獨立嘅優化接地嘅輸出嘅。咁所以概念好簡單嘅。而家只要朋友佢係用一條 on-earth 版本嘅線材，咁我哋就提供一條呢啲替代嘅專用嘅優化接地線。咁而佢朋友如果係選用一對信號線或者喇叭線，因為佢兩條嘛，咁所以我哋會提供一條呢啲替代嘅專用嘅優化接地線，有兩個優化接地輸出嘅。嗱，我哋而家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嘅推廣嘅，就係朋友如果佢買呢個on-earth 版本嘅線材，無論佢係單一條嘅定係兩條嘅，我哋都會提供呢個專用嘅優化接地線。咁呢個限時優惠嚟噶，咁就過咗就我哋會停噶啦。嗱，咁啊講咗咁耐啦，呢個我哋新嘅底線嘅做法咧，就係一種屬於一個替代式嘅優化接地線嘅方案。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新嘅產品咧，我哋都同佢改咗一個好貼切嘅名嘅，就叫 Alternate On-Earth， 一個替代式嘅一個 On-Earth 嘅優化接地線。嗱，咁其實呢一條嘅優化接地線咧都好靈活嘅，因為其實咧，如果想攞到個機嘅地嘅接駁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係例如咧，如果一般機已經有一個，尤其是新一啲嘅機咧，好多時都有一個專用嘅接地嘅位置咧。咁其實咧，用叉嘅做法咧，通常都係較為理想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可能啲機佢冇呢個專用嘅接地嘅一個位置，咁都冇問題嘅。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接頭。另外一個較為簡單而好用嘅方法咧，就係透過接機上面嘅螺絲，同埋透過佢嗰個螺絲孔去用螺絲咧去收緊嗰個環狀嘅金屬嘅接駁，咁就可以噶啦。咁即係話咧，你接機嘅地咧，無論你用專用嘅接地位置，用叉，又或者用環形嘅接駁方式，透過用螺絲都係其實係好方便嘅。咁另外咧就仲可以咧就係機都有多嘅輸入或者輸出嘅位置嘅，咁其實所有嘅輸入輸出位置咧，基本上咧佢都係有個接地嘅位置嘅，即係例如咧 RCA 接頭、RCA 接頭外圍嘅地方咧，其實就係接地位置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選用一個 RCA 嘅接頭嘅做法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你可以用一個 RCA 嘅頭咧就接駁部機嘅輸入或者輸出嘅位置。當然咧呢個位置咧係你係閒置係冇用嘅，即係例如。如果你係前級，咁你前級本身佢有好多RCA 嘅輸入甚至輸出嘅位置，你係可能係未用到嘅，咁你就可以咧係隨便咧係用佢呢啲位置咧係攞佢個接地作為一個接地嘅即係位置選用嘅，又或者可以用balance 嘅接頭都得嘅，因為無論你係 balance 嘅male 或者 female 嘅 socket 都可以用嘅。因為佢裏面都係有個接地嘅位置嘅，所以其實林林種種有好多接地嘅可能性嘅。咁你只要同我哋去講清楚你想接駁嘅位置嘅頭係用咩方案，咁就可以噶啦。想進一步了解我哋嘅產品，歡迎大家上去我哋嘅官方網頁瀏覽一下。網頁上面亦都有我哋嘅 WhatsApp 官方連結，透過呢個連結，大家可以直接聯絡到我，安排產品嘅預約示範。我相信透過這個示範，大家不單止可以更加了解我們的產品，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親身體驗到我們產品的音響特性是怎樣的。我對我們自己的產品都很有信心的，如果大家方便，我甚至是很樂意安排上門的產品預約示範。多謝大家。